嗨，我们今天要去 cosplay 的媒体发布会，耶、yeah! ！我们今天睡过头了，然后这个完全没睡觉。我们对那个 cosplay 爸爸的爱，就是我们不睡觉也要来，舍不得睡啊。对啊，最少有一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好处？今天去好像可以拿到，就是我有跟他要一件外套哦，一人一件，免费的是最香的，跟我之前一样吗？这个人好眼熟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张志伟他堂哥啊？你怎么不好好教育你的亲戚啊？你要学学看你堂哥啊，你堂哥谁都可以啊，他粉专按赞一堆女的 IG 啊，post 一下有没有头发？我没有看过我按赞的粉专没有你的按赞，不止按赞，比如说紫喵啊，而且昨天紫喵张志伟按超快，是刚好看到而已、啊。尤其那张照片是屁屁，你一定是看完截图给别人看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屁股，别黑我啊，好吃。好啦，那我们等等就在会场里面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疯狗喂食秀啦！为什么？五香冰红茶。你、欸、这还是纸杯、欸。啊、人家都说什么 要有质感，我怎么可以拿塑胶杯让他拿纸？他没有质感，人家是优质下午茶，让他纸。没有吧？你就拿来喝热咖啡。啊，我要有质感。我不喝咖啡，但还是要有质感。你是这个是像星巴克的概念吗？没错，他这边只差一个 logo。那个绿色的那个，对，绿色的那个绿色的那个。你有吃午餐吗？他没有啊。那你刚刚不是去 Seven 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你没去哦。他跟我讲这里有免费客家，我来客家的。哦，抓到。这个没有 sense 就要看什么装。哪要加草？这个草莓是不是装饰？不是装饰。哎，啊，你怎么开课了？酸哪一点的？酸的。吃太少啊，栋哥。试试看味道。不行啊，我们毕竟这也是记者招待会一晚，我们要全部都摘一轮啊。这样，咖喱笋哦。柠檬片好酸哦。吃到咖喱笋。这个也不错。栋哥推荐。我挑两个比较不会太可怕。好，哪一个？柠檬蛋糕有一点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草莓不错是不是？现在草莓是进口了吗？可能是进口。进口的。我看这个很像那个，就在 Costco 的草莓一样。有点酸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就长相。好，长相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酸酸的。可是甜甜比较好吃吧？这一甜的太小比较好。其实甜也不会太甜。不会太甜。没有，我吃水果比较喜欢酸的，我是喜欢。水多然后酸，水多比较酸的，就是果酸那种酸，其实蛮过瘾。关键字是水多，柠檬那种酸也 OK。我觉得你们最好是红茶，红茶最好。那红茶有料，两个字有料。那红茶好像有一点甜，有点甜，但太甜，它比较喜来那种。对对对。刚栋哥说他喜欢吃水多的水果啊，水多的水果像什么？凤梨。哎、啊，不行，不要，不要告我，不要告我。凤梨有甜吗？凤梨也是酸，有的酸，有的甜。不过我比较喜欢酸的。是有酸的。嘴巴还破吗？很早。但凤梨跟凤梨罐头那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好比如说，凤梨罐头那个都是糖水。以前本来觉得还好，自从他把凤梨放在这个披萨上面之后，就不喜欢。可以，夏威夷很好吃啊。是啊。我没有到很喜欢吃。以前就是有就吃才养成这样嘛。啊。以前就是有就吃。他现在是可以挑，基本上不太吃。这下午茶蛮清晰的，其实都没有太甜，不用吃完下午茶就很好喝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是可以拿的吗？这个要拿起来，这可以拿的。哎、欸，登巴流。啊，你要跳起来啊！
我确定没反应，不卡大啦。你就当那个东西在吹就好了。太明了啊！怎么吹那么久啊？对啊，看一下，但是我贴太近吗？但没有吹起来啊！啊，你舌头要出来啊！对啊，抓下。就把手上弄点口水。干你！哈哈哈！他这边写吹要吹啊，可是，所以你刚刚不要再吹，你感觉他家拿吹，我已经火爆了。那、为什么明明你就知道我是会跟我打架，你说要翻倒，你明明就六都才九九妈，看我会不会认错人？哎妈，他们会偷拍，他们会乱下标题，我不能乱跟女生讲。那你到底要垃圾拉到什么时候？可我想过下一关啊。哦，他不是吧？他是这样酷这样酷的。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感觉他们都有口水。太近了，是吧？其实，对，啊，我没有玩 PS， 我连分。我好没用，我好没料。落开。有没有会过这一关？我私人赞助他十块。手法坏了，手法坏了。我要开始苏娜，你吹上瘾是不是啊？苏娜，不吵还叫吹，我也没有。事实证明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是，其实原来是要吹耳机。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旗舰键盘网，我们的 K100。其实我刚刚来之前有摸过这个，摸起来真的很爽。因为它之前是偏硬的嘛，我们之前是用硬的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是使用软的，而且是拆装也容易，靠东西。然后跟黑金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可以随时旋转，剪影片的时候可以用，还不快买一支你们两个？认真剪影片，你说你啊？老板在这啊？不是啊。老板老板放两个K100在公司好不好？聚集。那其他的几个比较大不同是，这是有新的轴，是我们自家的光轴，所以跟银轴又不一样。它跟银轴类似，但是反应又比银轴再快一点，而且比较更耐久。还有就是新的机壳，这是我们的主机啊，小的桌机。好了，生日礼物送我可以买就好了，我也不多要求。不要，你这游戏不认真玩，不能说。哪有我认真玩？送给你，志伟，非常赞。我其他送给你。好，这个我也要。我其他我很喜欢。可以试试看那一只啊，会震动的，可以带着，然后稍微游戏一下。哦，这新的这一只会有震动效果。K100怎么样？他没听到，听不到，这耳机太高级了，听不太到声音。听不太到你们讲话。你有感受到重低音吗？有哎，调大声，有在震的感觉。要不要听一看？来，听一看。会震吗？罗振是该换的吧？我跟你讲，这次缺点就只有一个缺点而已。什么缺点？就是我报应的时候，那个我直接被震破。真的会报应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很震。好吧，感谢阳光看到。水冷，这很秋天啊 ！OK， 哦，水冷真的蛮帅的，很疗愈的感觉。你这样逛了一圈，你最想要的什么？现在是可以许愿的环节。我说 Corsair 的。记忆体啊，跟老爸讲啊，老爸，我要那个3200那个记忆体的那个 DDR， 然后还有那个 SSD。SSD 我刚才有看到至少有 1TB。就是我们每一年其实减了4个回来，然后我们今天做了正职，所以我们可能正职的部分就需要一些奖金。又有赞助商嘛？我们现在是投奖金，你要捐点钱出来，那我们抽个奖。300，300太少。300奢侈啊！要抽什么300？我们剪辑是尾牙，实况组并没有。不知道重点是我们剪辑是两位。就两位。想一下有什么好赞助？我家有什么好赞助吗？我们有现金红包买员工酒两个，我们刚刚对赌啊，拿一万出来抽自己抽一下。对，我家有很多那个。消费的。没用过是不是？没有都用过。好甜味的。你要闻吗？我想要的。靠，超扯。我们跟
爸爸说个拜拜。跟老爸说再见。然后我在寻求那个七星中弹的那个赞助。那我们聊一下啦。好，谢谢你今天来，谢谢。要一样啊，有让我们进行的气。来来来，大家拜拜，我们要往下一站前进。下一站在哪？这个。疯狗第一集，他们大胃王知道吗？苏南呢？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他点赞，那你就类似帮他点赞。都机器人哦。